六创意健康店是一间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提供2000多种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环保家居及个人用品、健康产品、营养补充剂、一系列健康书籍等等。六创意健康店，电话2882-4848，网址www.healthshop.com.hk。同类疗法是一种已经有250多年历史的医疗方法，属于全球第二大的医疗体系，有超过5亿人口采用。现在注册的同类疗法医生已经得到75个国家的政府认可行医资格。其实同类疗法一直都获得众多的知名人士拥护，美国150年来的11任总统，另外英国皇室数代成员自1830年开始，一直有同类疗法医生照顾。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生查理斯王子的时候出现难产，全靠一剂同类疗剂星麻二百斯，王子才能够顺利地出世，否则就要剖腹产子了。同类疗法在世界各种医疗中属于最安全的医疗方法，非常之适合孕妇和婴儿使用。印度国父甘地称赞同类疗法是他认识的各种医疗之中疗效最高和最广泛的医疗方法。袁大明医生钻研和使用同类疗法40多年，现在破天荒地在网络世界和大家分享他的经验和心得，解开成功运用同类疗法的秘诀，详尽地介绍各种同类疗剂、疗剂的特性和应用范围，帮助大家自己找到适合自己的灵丹妙药。当然如果各位听众的问题是比较复杂，发觉自己处理不到，需要袁医生的帮助，亦都可以直接预约袁医生会诊的。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的电话是25773798。现在就来听一听医生要为大家介绍哪只疗剂啦。好，今次同大家介绍嘅疗剂 ，Anacardium orientali，Anacardium orientali 可以叫做 Marking Nut， 咁中文咧我哋翻译做系马六甲豆或者叫做东方腰果树。好啦，呢个疗剂嘅应用咧有都几主要咧系用喺精神方面啦、神经系统啦、肌肉啦、关节咧，同埋皮肤呢一方面嘅。首先喺皮肤嗰度咧，我哋咧好多会应用喺一啲皮肤咧系出现咧系严重嘅痕痒越凹越差嗰种啦。咁湿疹咁啊，加上咧嗰个精神状态咧好敏嘅或者一种神经性嘅湿疹，咁导致可能咧皮肤就系冇晒感觉。的皮肤炎，咁亦都系可以帮助咧，将皮肤的刺啊，即系嗰啲木刺啊、杉刺咧，系将佢插咗落皮肤嗰度咧，系可以将佢推走嘅吓。好啦，咁马六甲豆嘅皮肤嘅症状咧，系好似咧系我哋叫做 poison oak 啊。即是一種杉樹裏面的七樹裏面的接觸那些出現的，就出現一種水泡的一種水泡，咁又漲，咁啲水泡咧就會出風爛啦，咁會滲透一啲黏黏嘅黃黃嘅液體嘅咁就好似我哋所謂嗰個野角野角出現嘅，咁呢種情況嘅水泡啊，或者甚至好似係嗰、那個天花出痘啊咁樣，咁亦都可以用喺治療咧，係手掌手裏邊穿嗰啲油嗰啲 warts 啊，呢個第一個地方。第二個應用嘅地方咧，我可以話咧係出現一啲神經衰弱咁嗱，點樣神經衰弱咧？通常咧就會可能咧就會出現咧嗰個腦袋記憶差啦，記性唔好啦可能又就快要考試嚟咧。但是现在发现自己的脑袋那个脑力是直接弱了很小很累的
啊，唔想工作啊，成日想瞓喺度啊，坐喺度啊，唔喐咁嘅样啦。咁任何嘅用脑咧，都令到个人咧，即系精神神经系统咧都好攰嘅。咁当然咧就啊，个身体个嗰个感应器官咧都好弱啦。啊，譬如视觉啊、听觉啊、触觉啊咁嘅样，个人就好细胆啊，冇晒啊，冇晒嗰个自信心啊。咁呢种情况咧啊，即系系。亦都記憶差啦嚇，咁亦都可能出現喺一啲年紀大嘅人啊嘅腦退化嘅年長者，咁因為佢記憶差，咁所以變咗啊，可能因為受驚啊啊或者受咗羞辱啊，導致到出現咗呢個啊記憶力啊，咁呢記憶力差咧，令到佢個當然個情緒就好低落啦。OK， 見到啲好快即係唔記得咗，剛剛閱讀過嘢都唔記得咗，咁所以亦都可以用喺一啲老人嘅即係老人嗰個 Alzheimer 呢種咁樣嘅情況，咁亦都好多恐懼恐怖，咁對好多嘢都驚噶啦 ，OK， 好似有啲即係唔好嘅嘢就快會來臨啦，少少嘢都好緊張啦，疑病狂啦，咁。平時行路咧，都好似驚驚咁，好焦慮咧，好似有人跟蹤佢咁樣。咁學生裏邊咧就怕考試，啊怕將來，啊怕咧個人會癱瘓，啊咁又唔肯食嘢喎？點解咧？佢驚住啲食物裏邊有中毒。咁亦都個人咧好挑剔嘅。佢所有啲嘢咧要整整齊齊，佢先可以定落嚟嘅。咁個人咧亦都好容易敏感啊。好容易嬲怒啊咁樣嘅，咁好多時候咧，呢啲人嘅前身咧，可能咧係細個嗰時候咧係俾人受過羞辱啊，令到佢咧就係、是、精神上啊、身體上啊咁樣，咁令到佢咧成長係完全冇曬信心，跟住咧佢就有一種反叛出現啦，咁啊中意咧就講粗口啊，不斷咁講粗口鬧人啊，啊同埋啲人咧就有啲。可以咁講咧，就係、是、個人咧係好殘忍嘅，好殘酷嘅，好反叛，好反社會嘅。咁所有嗰啲道德嘅掣肘咧，佢全全都冇嘅。咁好多時候咧，呢啲咁嘅細個受過羞辱啊，或者受過虐待啊，成長嗰啲人咧，後屘咧就變成一個好殘暴嗰啲犯罪嗰人。好多犯罪嗰啲謀殺啦，嗰啲人咧，可能個背景就有咁樣嘅背景，咁亦都可能需要呢個嘅療劑嘅，因為佢係因為曾經受過羞辱啊，導致佢出現呢啲問題嘅，咁亦都會出現咧就情緒低落啦、自殺啦，想用即係種射即係槍射擊嘅自殺嘅傾向。好啦，咁亦都會見喺有啲我哋叫做精神分裂schizophrenic， 因為控酒又好，咁變咗個人咧就係好疑心重啦，同埋咧係妒忌心好強嘅，咁出現係精神上嘅狂妄啊，咁有種感覺咧就好種好矛盾嘅感覺啊，好似咧一邊咧有個天使喺度。另外一邊咧，好似魔鬼叫佢做嘢，兩邊係講嗰啲即係不同嘅嘢，相反嘅嘢。一係咧就有性方面咧係有虐待性嘅不良嘅性嘅取向，一係好過度強烈，一係咧就唔中意嚇，完全唔中意嘅。咁亦都咧就有聽覺上嘅幻覺啦，聽到聲音啦，聽到遠方嘅人啦嘅講嘢啦，又都感覺到咧。有啲鬼魂啊，或者死嘅人啊，讲嘢俾佢听嘅，咁有啲声话咧，你就快要死啦咁样，咁所以咧呢种嘅情况咧，就系好多时候咧出现一啲我谂严重啲嘅精神病患啊，就出现呢种咁样嘅两极嘅。身体方面咧，仲有一个咧就系、是、有啲精神神经系统嘅出现嗰啲即系脊椎嘅神经系统出现嘅问题咧。咁嗰陣時候咧，佢就會突然之間感覺到咧，個身體咧好似係掹得好實嘅，
掹到好似有绷带咁啊，喺个膝头嗰度啲绷带包住，或者咧可能佢成个身咧好似有个环咧系箍住佢呢啲咁样嘅。咁亦都好多時候咧，係發覺啊，感覺咧，身體咧喺各處嘅地方咧，即係有種有啲嘢頂實，有啲硬物啊嘅硬物頂住。啊，馬六豆咧有一個嘅好特別嘅症狀咧，佢係好多時候咧個身體嘅毛病嘅不適咧，喺食咗嘢就會好噶啦。咁當然咧一種就係、是、食嘢唔餓得啦嚇，成日想食嘢，一唔食咧就好唔舒服，肚胃唔舒服。或者可能頭痛啊，可能其他嘅啊、症狀，但係食咗嘢咧就會好啲嘅嚇，即係好多時候咧啊馬六甲咧就有呢個好得意嘅，要食嘢先得嘅。仲有情況咧就肛門啦，佢肛門嗰度咧好似冇曬力啊，好似大便嗰度咧好油，嗰啲糞便係好軟嘅嚇，好似屙唔出嚟嘅，咁上去屙又屙唔到，咁亦都肛門咧好似有嚿嘢頂住咁樣嘅。咁亦都肛門痕啦、啊，或者、痛嘅痔瘡啊咁，咁肛門咧成日有啲滲嘅液體咧係流出嚟，或者咧係大便嘅時候有啲血咁樣嘅，啊咁呢個肛門嘅症狀，咁亦都係個胃嗰度都係啦，成日覺得咧啊胃痛啊，但係要食咗嘢就 OK 啦嚇，咁、啊、所以好多人咧十二指腸潰瘍咧呢、這個症狀都好符合呢個療劑嚇。啊咁、那個人啊，個腸成個肚覺得空空咁樣，咁呢種嘅不適嗰種感覺咧，佢食咗嘢就會舒服啲嘅。咁嗰種嘅即係身體有種嘢頂住一嚿，好似有嚿活塞住嘅感覺咧，有陣時出現喺個頭部，啊有陣時出現眼嗰度嚇，啊都好似有啲嘢，好似有嚿嘢有塞住嘅，眼嗰度好似有嘅嘢頂住咁，好唔舒服嘅。好啦。馬六甲咧，仲有一個情況咧，可以應用一啲好特別嘅咧，就係有啲人個病咧好得意嘅，佢會病幾日，跟住突然之間咧，佢就會停咗幾日嘅，啊，跟住咧就又出現啦咁樣，啊，咁所以咧有啲情況咧，譬如有啲人咧就突然之間就失眠幾晚嘅，唔知點解嘅，突然之間失眠幾晚嘅，啊，跟住又冇事咯喎咁。咁呢種咁嘅情況咧，呢、這個病嗰、那個那個病咧，有周期性嚟一段時間，跟住又走咗咁樣。咁呢個亦都可以啊考慮呢個馬六甲啊呢、這個嘅療劑嘅。OK， 馬六甲呢個療劑好得意嘅嚇。咁啊，仲有頭先咧，我講咧，佢係有啲人咧係不受控制嘅講粗口啊、辱罵人哋啊、鬧啊咁。咁我大家咧可能都聽過有一個病咧叫做 Tourette syndrome。嗰人係不受控制咧，自己可以成日講粗口嘅。咁喺荷里活都有曾經有個電影咧，就係、是、講呢個患者咧，啊，好似 Dustin Hoffman 做噶。咁佢係自己控制唔到嘅 Tourette 嘅 syndrome， 即係會突然之間講粗口啊、鬧人啊咁樣嘅。咁呢個咧有機會咧遇到呢個嘅問題咧，啊個馬六甲 and cardium 咧可以幫助處理呢個問題嘅。OK。袁医生头先介绍咗嘅同类疗剂，觉得啱唔啱你自己用呢？系唔系就系你嘅灵丹妙药啊？需要嘅话，有关同类疗法疗剂可以喺铜锣湾沙甸街富盛商业大厦二楼大康自然健康中心同埋六创意健康店买得到。查询电话系25773798或者2882448。大家亦都可以喺网上订购，网址系 online.healthshop.com.hk online.healthshop.com.hk 嘅。好啦，今次节目嚟到呢度，下次再见，拜拜。